行。啊，我刚刚一直强调吼，虾仔的味爱好入来，结果恁拢无入来，啊，该用的物件拢淡掉吼，啊，这较可惜啦。拢嘛哩，淡淡淡一点。我有当甲讲物件，有当我留咧，我连讲我别项卖用的，哎，就讲啊，淡掉迄粪扫安尼。无，唔是粪扫。天公要给咱的物件，每一项拢是宝，唔当讲粪扫。听到没？宝。食的内底吼，养成一种的习惯，就是卖随便拍算啦。啊，好。啊，佫会当用的。对，伊可能伊口感无好，但是咱会当摕来，譬如讲莲蛋啦、莲酱啦，啥物吼。莲蛋。买嘛一步台，一定有伊的好处啦。拜拜。啊，尽可能就是讲会当运用摕来用，啊，卖拍算安尼就好啊。底下头较薄，较甜啦。较甜啦。阮较早外国食的虾啊，嘛是虾啊头骨，另外虾啊头骨，用身躯食沙参面啊头，就另外用虾。我用两件头三分补，你头上补啊？你这个件头干三分补？就是先炒虾壳，加一点油先炒虾壳，哦，然后把姜片放进来，可以除腥。两大片像姜片就够了哈。对。然后呢，为了看起来多一点呢，它的虾在对切啊。啊，它的六只变十二只啊。哎，算你。火灯了哈，火灯了。无同啊，徛好伊，敢那下球安尼较大尾安尼啦。哦，没断的。对，那就很大，就很大朵。对啦。因为我足惊太多。哦，要掺点粉。要抓粉是吧？对，抓粉。不要太黑黑。煮虾汤。虾子一定要抓粉哦。一定要薄薄的就好。加玉米粉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玉米粉就可以。玉米粉。这边起的这个油锅像炸豆腐，对不对？对，油温炉油温要不要180以上？好，现在已经有了。对，没关系。有。而且你上次说油只要看到它这样冒烟就几度了？都会超过200了已经。哇！啊，其实如果一般家里的油锅没办法用那么大一锅，可以用豆腐来，可以用水来煮豆腐吗？可以啊。然后下一点盐巴嘛。对，可以。用煎的也可以啊。也可以用煎的。用煎的也可以。可以。那一般家庭比较少用油。没错，可以。我们先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让豆腐定型，对不对？让豆腐定型，那因为你强调是要砂锅，总是要有香味上来。那现在呢，把虾汤熬好了。哇！现在还要做冰的哦。嗯。那看小水嘛嘞，水暖就别流了。精华。对。那等你的砂锅倒进去。要到什么程度？